开头就是晚上了，因为昨天敞开回来太累，所以呢，我今天一整天基本上都在家，然后是刚好前几天就跟我的小紫薯学妹约，所以我今天才要出门，不然我今天应该是都会在家里赶片。我们来吃这间。Life is gonna be great. Can't you see I just great? 身高差，让你走前面，让你走前面，你要走那边，要走这边，跟学妹分开了。嗨，大家，刚跟学妹分开之后，我决定来逛一下中山，因为想说很久没有逛街了，来逛一下，然后再回去吧。3号、4号的影片给剪出来。12月的中山很漂亮哎，都是灯串，很有圣诞节的气氛。12月就是要打卡各个圣诞树，今天来打卡中山的史努比圣诞树。很久没见嘞、欸，我要下车了，好，聊很多，很开心，希望可以再巧遇，或是我们约，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再约，或是我去店里，你也可以来店，欢迎，对啊，大家去可以去找中山的沙拉找我，哦，你的那个耳环，他自己做自己的，很可爱，好，下车 ，Hello， 大家，我。要回家了，然后因为今天我真的是睡一个太晚，然后又要赶第3集跟第4集，所以我打算把就是今天是第5集嘛，跟明天的第6集并在一起，所以是3、4集会并，然后5、6集也会并，因为。因为刚好就是今天比较像是在休息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内容，再加上如果我没有病的话会一直是慢一集的状态，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好，常看2天病一起，然后今天跟明天病一起，这样子就是刚好内容会丰富一点，再加上也是追上进度，所以今天的片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。嗨，大家，今天是 Vlogmas 第6天，我等一下要准备出门去上班，然后下班之后应该会跟 Vivian 约在公馆看瀑布。我们之前不是都有周三看展日吗？我们现在就是把看展日变成电影日，然后因为我们有太多电影想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看展电影日呢就整个扩张到礼拜一也要进行。他自己坐上来。他自己跑上来，
好啦，虽然这棵圣诞树我觉得还好，但是既然十二月了，还是要打卡一下忠孝复兴搜狗的粉色圣诞树。黄永仪，我知道你要拍耶， yeah~、也要转场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变成炸弹葱油饼的粉丝，要吃各路的，你没有要吃哦。我饱了。好，他刚吃新加坡料理，对，赞。新加坡料理，再次，一二三，新加坡料理，赞。我们好，我要来吃炸弹葱油饼。从旁边下去。我们其实是要在四楼看，但是我们走在五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走瀑布的，没有，什么？要走瀑布的那个背板，结果走到五楼没有，没有哎、欸，哎，白跑一趟，下楼，下楼，好累。我们到底几岁？我们到底几岁？不是也才爬几层楼而已吗？好累哦。好累。对啊。又是你边讲话啦、啊。又边走路吗？有这么烂吗？可是你没有讲话哎、欸。好了，好像是。对啊，所以没有瀑布。还是一楼有吗？你刚刚在一楼看到。失败。我们找不到瀑布的背板，所以决定要用手机开他们的海报。你要那个吧，他们画的那一张吧。哪一张？你说就是在那个，对啊，那张最经典的。自制背板，路不转人转。你没录到哦，你从来都没哇，没说没说，苍姐姐，再次没说，我刚明就按，笑死，没图吧？好、哦，还行吧？好，在。公车回家，哎、欸，我的雨伞把你遮住了。哎哎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们两个觉得瀑布结束的有一点突然，有点让我们不知所措，有一点。我觉得我要回去看解释。我也觉得，我们、欸、我要去把那个潘祖英影视批评老师。他那天播的那个应该是那些电影教我的事，我们要回去那个，我们上礼拜老师播那个时候，我们两个人说不要不要爆雷，不要爆雷，我直接把耳机戴起来，我直接放空。我们现在要回去恶补那个解说了，然后今天的片段就到这，大家拜拜。Christmas tree HonestlyAbout you, it's all of the people around you.